Hello， 今天跑来 Costco， 因为是黑五，想说呢来挖一些宝，然后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便宜的，就是小家电或是吃的之类。因为听说黑五就是真的还蛮杀的，然后很多品项都有对做特价，所以想说今天刚打完疫苗就立刻跑来，早上还去打疫苗哎。但是我是第二剂，好像就没有那么明显的不舒服，就还好。好，带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值得买的。好啦，挖到一个小宝，这个黑五的时候折100变399，然后是棉裤，就很基本款，超级无敌基本款那一种。不用挖到宝了啦，这一件639，超便宜的 ，Nautica 的，超便宜。原本1299，然后变成639，折了600块。我们刚逛下来呢，大家有个小心得，就是品项真的非常非常多，都在特价。然后像我们刚刚随便手拿的这个趣味大师的这个，也折了150元，然后是349，这应该有比较便宜吧？我们等下 Google 看看有没有真的比较便宜。就它品项非常多，然后都几乎集中在外面那一条主干道上，它也都有摆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好买的。宝健代言的空净清净机折1400，这一台。终于买到了这个，超久，就是每次来每次看每次都没有的这个韩式起司乐高，听说非常非常好吃。好的，我现在来简单看一下刚刚在 Costco 买的东西，买了蛮多是有特价，这样不小心看到特价就会想说应该会用到吧，就买了。现在直接来看一下，首先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还蛮值得买的这个浴巾，它好像就是有特价50还100块，然后买下来一条就大概200多，然后我觉得蛮大条的，是那种一般就是洗澡可以用的，我觉得很可以囤欸，而且它摸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在 IKEA 买的时候，好像一条都要400-500块，所以呢，我觉得200多块还蛮值得的。然后它有三个颜色，然后我们就买了绿色跟米色，还有一条是类似紫藕色，对对对，那种感觉的。如果喜欢那种感觉的，也可以买啦。好，再来继续看一下，有些就不一定有特价，像这个就是很可爱，之前蛮有缺货这个。原子笔的一个组合，然后它是迪士尼的，好可爱。你最喜欢哪一支？但是，最喜欢的不在这里。那你怎么拿这个组合？但还是蛮可爱的啦，我最喜欢巴斯。哦，我也喜欢胡迪跟巴斯，它的组合很特别，都是两个不相干的组合，然后放在一起，很奇怪，有点神奇。我觉得是故意的，就是想让大家买，对，组合在一起，对对对。然后就再有8支，然后有附笔芯这样子。它是里面原本就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又在附笔芯，蛮划算的，等于是16支啦，就可以用蛮久的。对。好，再开下一个。下一个呢，就是那个棉裤啦，什么不知名牌32 HIT 的棉裤，然后它也是有特价，特价100块。这件呢就是399，我觉得非常非常便宜，好不好？就可以穿去就是运动，我觉得很划算。就是如果你弄脏什么也完全不会心疼那种价格，还有黑色跟深蓝色，所以等于说呢是3种颜色这样，然后一件都是399，然后它有分尺寸，然后我买的是 M 号，感觉应该比较合这样，然后对它版型什么就没有什么要求，因为它才399，是要要求什么？然后它是没有刷毛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运动。好，下面一位哦，这个早餐茶呢是我室友就是买的，不知道好不好喝，但是买的这个500多块，然后里面呢是。100包，对不对？对，100包，500多块，小贵，1包5块，哎，这样是贵吗？很贵吗？5块耶，你那个日月潭，应该1包就50了吧？但是，好吧，好吧，希望它是好喝的。如果知道好喝的话，再分享在 IG 上给大家。好，下一个呢是每次去就是一定都会必买的可颂。下面一个这个也是有在特价的这个传输线，它有黑色跟白色，然后它是3种不同长度，因为它是有2公尺、1公尺、30公分。然后呢，再折150，我记得买下来好像是五六九，好像是五六九，对对对，一条等于算是100多块啦，100-200块这样，非常非常划算呢。因为呢，它是有 Apple 认证的，所以你 Apple 一定可以用。然后小的就可以拿去当行动电源嘛，2公尺的呢就可以放在床头啊，或是就是沙发边之类的。好的，再来下一个呢，我自己觉得蛮值得买，这个就是差一点就是被搬空哦，那个现场只剩大概。4-5组吧，那我们就是抢到其中一组的这个趣味大师的这个芳香，然后里面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玫瑰的，一个是、啊、
是樱花哎、欸，你 ，Oh my god， 一个是樱花，一个鼠尾草跟海源，感觉都蛮好闻的，这好像可以拆开来闻一下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感觉比较便利一点。不过它就是一个就是蛮便宜的，因为它里面有两个正装跟四罐补充品哦，所以等于算是六罐，六罐，然后六罐折完价钱呢，这样一整瓶是349，非常非常划算。樱花，哦。还行欸，它不会太刺鼻，然后也不是很重的味道，是那种清爽的感觉。欸，可以欸，这可以哦，这真的可以哦。另外一瓶，然后不会觉得它很廉价，就不会到那种就是你去那种公厕的那种可怕芳香剂的味道。这个就是还 OK。怎样怎样？完全就是平价九马弄。可以可以，它闻起来不会有廉价感。可以，哎、欸，这可以，这真的认真推，我认真推。就是如果以他这样一罐，那他这样一罐可能就不到一百块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不到一百块的价格，我觉得非常超值，因为我们之前买了很多，就是那种一两百块。对，然后也不香，什么意思？超不推，这个 OK OK， 这个真的是完全不会心疼的那种，放在厕所完全不心疼，而且很漂亮，然后闻起来也是好闻的。下一个就是这个啦，这是我个人私心，是因为。我们就去很多次，从来都没有看过它，然后也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可是大家一直狂推荐，所以呢就买了这个韩式 cheese 的热狗，就是那种脆皮热狗。如果呢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应该是最近是买有补货可以买到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再来呢就是牛肉的部分就不多说，牛肉是每次必买嘛。哦，最后这个超重的蜜桃茶，就是喝了之后会觉得不小心上瘾的蜜桃茶，没有错，好喝好喝，很推，而且也蛮便宜的，24罐好像也是200多块，一罐大概10块而已。接下来现场喝一下，形容一下好了。嗯，久违的味道，它就是蛮清爽的，然后蜜桃感很重，大家不会觉得很甜腻，不是那种一般水果茶，你会觉得涩涩的那种，不是，然后微酸。微甜清爽，茶味还蛮重的。如果想喝的话，可以去 Costco 买看看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在 Costco 黑五的时候去逛街逛到的东西啊，我觉得都还蛮值得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黑五还蛮有诚意的、欸，就是东西品项很多、嗯，对，就是连平常像这种很日常的东西也有，不会就是说好像一定要是那种小家电或大家电，对，价位很高才会给你折个2-3千或者1-2万这样。对，但是它其他像这种。传输线也有，然后棉裤，然后浴巾，还有什么？很多玩具，但我们都没有买。对，很多玩具都那种玩具暖毯，就可以给小朋友那种。对，还有些什么壁炉之类的，吃的东西也有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蛮多元的，吃的用的，连那个什么干拌面那种都有、嗯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大家蛮可以去逛逛看。而且今天是第一天而已，听说他们是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。只是因为我们怕就是太多人，所以我们今天先逛。假如说就只有看到什么厉害，搞不好我们。最后一天也去逛一下，好，那就分享给你们啦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呢，就是我从韩国又买了一个小小的茶几，然后要是空运回台。然后这个蛮特别的，它是韩国的，算是家具品牌，然后跟韩国的潮牌 Carmina 联名的。所以我那时候一看到就觉得蛮心动的，它就是有加一点潮流的元素在里面。所以就觉得好像蛮值得购买，加上他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有大概85折的折扣，就觉得哎，就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被就是大烧到，好好笑。反正就是后来就决定好，那我就下单这样，然后就从韩国运来啦。完成，超美，超喜欢，因为我自己都蛮喜欢这种元素，然后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家具，是不是超级美？我好满意哟、哦，真的很喜欢，因为其实这种东西蛮难找的，我只有在韩国看到比较多的选择。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欢很喜欢，可以考虑就是在韩国购入，可是不过运费，国际运费就蛮贵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它是有点类似子母桌那种，就是可以有两个，它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搬开的，对。所以呢，想要一个的时候就一个，想要两个就是两个，我觉得还蛮喜欢这种设计的。嗯，噔噔，漂亮漂亮。